没错。是。那对我们来讲，我们也非常关注俄乌的状况，因为俄乌的状况有可能就发生在台海。是。没想到美国跟北约一开绿灯了以后，刚刚讲 F16也进去了，包括现在刚刚讲，幻象2000也可能进去，他就掌握了制空权。现在连别尔哥罗德，俄罗斯的别尔哥罗德的司令部都被炸掉了。对，过去来讲的话，其实他们希望在哪里打？俄罗斯希望在乌克兰境内打，所以哈尔科夫就把它打了进去。打了进去之后呢，没有想到就让这个美国政府打开了绿灯了，就说你们可以拿我们的武器尽量去打。结果呢，没有想到贝尔哥罗德在哪里？在俄罗斯的境内竟然就被炸了。被炸了之后呢，更厉害的是司令部，你的司令部竟然被炸了，而且呢，这个挑衅意味相当的浓厚。所以等我看。这个是以前他在俄罗斯境内别尔哥罗德的司令部，结果这个司令部这边已经被炸了。对，这个地方贝尔哥罗德下面就哈尔科夫，所以呢，其实他们是一个边界。这个地方被炸的话，这个挑衅意味非常浓厚，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当在乌克兰你有这些欧美的武器之后呢，我要打你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就算是你的军事要塞，就算是你的司令部打下去，你都没办法反击。而且更可怕的是，不是讲嘛，他现在给他 F16，现在把他的所谓的苏凯25已经装上了法国的铁锤这个所谓的炸弹。就刚刚讲，现在已经有一些画面从空中往地面去炸。现在当然乌克兰没有说明我到底用什么飞机，可是已经证明什么？他的飞机已经启动了，他已经掌握了制空权了，他已经从空中去轰炸俄罗斯的地面目标了。没错，过去来讲的话，乌克兰最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没有空中优势，甚至呢我要防守我的空域都没有办法。但现在来讲，苏25竟然装上了法国的 Hammer， 竟然把这个铁锤导弹给装上去，这代表什么意思？我只要飞过去之后呢，我就可以来投弹，投弹之后呢，我就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战果。现在来说的话，空中优势现在在俄罗斯还在乌克兰谁的手上还很难讲。好，瑞德，刚才讲的是，现在当开了绿灯，空中的战机进去了以后，真的已经对于俄罗斯、对于这个普丁造成极大压力吗？所以，普丁当时才会对国际记者这样气到敲桌子。对，没有错，你忘了吗？那么就在2个礼拜前呢，突然间俄罗斯以势如破竹的这个情况呢，直接攻打进去，已经到了那么乌克兰的第二大的都市呢，那么哈尔科夫的外30公里之外，已攻到那个地方去了，把我们大家吓一跳。不是之前说，那么乌克兰已经巩固了哈尔科夫外围，已经收复很多的失土吗？怎么突然间噼里啪啦？原来是西方的武器不到位。那么西方的武器到位了以后呢，突然之间整个形势逆转。宝杰，你知道现在影响到什么程度吗？哈尔科夫外面的这个等于沃夫昌斯克啊，本来已经被俄罗斯攻打，打下50%。结果呢？每一天，俄罗斯丢了10%、20%，现在已经全部被乌克兰拿回来了。单单这个地方就已经拿回来了。然后包括哈尔科夫，现在大概俄罗斯不太可能有机会靠近这个等于说哈尔科夫了。所以俄罗斯现在的人海战术根本没有用。没错。那么直接乌克兰呢？因为乌克兰一直在等，那么西方的武器，尤其是以美国跟法国为主的这个武器嘛，源源不断进来，再加上现在美国直接把这个紧箍咒给解开。所以现在可以去攻打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目标嘛，境内的目标嘛。所以呢，那么直接打进去哦。讲坦白的，那么这个海马斯火箭弹的威力，我们现在不是要加购900多枚的海马斯火箭弹吗？真的有用，为什么呢？一口气端掉了，包括 S400一套、S300两套，还有包括这些所谓的火箭弹。我问你啊，那么如果这些防空武器跟相关的都被端掉的话，那么你俄罗斯是如何在空防的部分呢，能够针对这些飞机呢？紧接而来的上百架的 F16，还有幻象2000。我常开玩笑说，从乌克兰现在的战场开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台湾以后在面对这种战争的时候，有可能的结果。为什么？那武器跟台湾都很像啊，幻象2000、F16，然后呢，海马斯火箭弹，这些几乎连台湾淘汰的英式飞弹都在里面啊。所以乌克兰它武器不如台湾，但问题是乌克兰打得有声有色啊，而且他们可以善用各式各样的。你看，那么现在已经迫使这个等于说俄罗斯在黑海部分的这个克里米亚的这个等于港口里面，把主要的舰队都撤退了，因为一艘一艘被打掉嘛。这些所谓的相关的这个等于说无人舰，我们怀疑事实上美国在内呢，提供各式各样的更精准的一个炸弹跟飞弹，所以呢。单单武器进来，再像5万大军的乌克兰大军一反攻，马上把前2个礼拜打得势如破竹的俄罗斯的这个军队打得屁滚尿流啊！所以一次歼灭，美规的武器这么重要？对，那之前俄罗斯还说我们俘虏了4、5千名的乌克兰，他只俘虏我们1000多名嘛。但问题是，最近这1、2个礼拜以来，投降的俄罗斯的阿兵哥越来越多，也就是告诉我们，西方的武器真的很可怕。当西方源源不断把这些精准武器提供给乌克兰的时候呢，那乌克兰真的有机会收复部分的失土回来。好，西北。 这次我们看到了中国的网站特别提到一个是，他们可能上当了，可能吃了一个大亏。为什么？他们花了非常大的钱去买萨姆400本来号称是这个全世界最好的防空系统，就乌克兰也太故意了吧？他说这2天就专门针对萨姆300，专门针对萨姆400去进行攻击，而且你在攻击萨姆300、攻击萨姆400的时候，这2个防空飞弹完全没有招架的能力。对，这个是非常落气的一件事情啊。 萨姆300、400被宣传的这么厉害，但是呢，面对这个西方的武器是完全没有招架能力。他不要北约武器真的这么厉害？他理论上他是要防空的嘛？对，你飞弹来，他要把你打下来嘛。他不但没有打下来，还被人家端掉了。这个尴尬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那刚才各位讲了很多啊，特别我想重提一下这个帕巴罗啊、讲了这个地狱景象。 他讲的地狱景象，主要是美国要提供这个地狱景象。其实我的看法不是这样子，其实我的看法就是我们台湾自己要有能力做这个东西。对，啊，那这个顾立雄已经讲了，顾立雄前一阵子就讲过了，说是我们要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做我们已经成熟的东西。这些什么东西呢？无人机、潜舰，啊，这些不对称的战力。对，这个方向是绝对正确的。 绝对正确的，所以就是说，我们自己要有能力制造出这种景象出来，对，地狱景象出来。那有没有这个能力呢？有，绝对有。在刚刚又提到这个土耳其，如果说是跟我们合作的话，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只是时间的问题。我们要多久的时间可以造成这个东西？那这个对于中国绝对是一个贺主的能力。我最近看了一个在乌克兰战场上啊，一个中国佣兵。 回去的，他回到中国之后，他贴了一个视频，在讲他在这个乌克兰战场上的这个体验跟遭遇。我就先讲他的结论啊，他的结论说这个仗不能打了，打不赢的仗不能打。哎，你说两岸的仗不能打？不是，他是讲俄乌战争，他是帮俄罗斯的，他是俄罗斯的中国佣兵啊，他是中国解放军的。 啊，他这个仗不能打了，啊，结论是这样子，打不赢的，啊，他那个讲得很长哦，那里面特别提到无人机，他就讲他在战场上碰到这个无人机的经验，他说这没有办法，啊，真的连头都抬不起来，他说天上的无人机多的跟鸟一样，啊，就讲乌克兰的无人机啊，多的跟鸟一样。 他就形容他无人机怎么样攻，这无人机当然有2种，一种是投弹的，对，一种是自杀式的。 他还讲了这个，俄罗斯怎么称呼这个自杀式无人机？他的发音跟日文一样，俄罗斯也是看不开始。所以这个无人机啊，跟这个无人的这个水上的航行器跟水下的航行器，已经完全彻底改变了现代的战争。对，彻底改变了，跟那个时候台湾的伊拉克战争啊、阿富汗战争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是。 我们现在其实台湾在这方面是强项啊，刚刚有提到、啊，我们有技术上可以做，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很强的 AI， 对啊，晶片可以配合在一起，这个是绝对要发展的，而且也正在做，所以，台湾这个方向是绝对正确的。是，我们在看到了俄乌战争的时候，乌克兰有一个部队恶名昭彰，但骁勇善战。但是我们刚刚讲之前在亚速钢铁厂的时候，哎。 他们完全的把在这个地方守住了，让这个俄罗斯的部队完全不能多进一步。就这个部队因为太恶名昭彰了，美国曾经要求哦说，哎，美式的武器不可以交给亚速营。就现在他不是开绿灯吗？不是讲说现在美国的武器、北约的武器你可以打到了俄罗斯的境内。现在不但是说你这些武器可以打到俄罗斯境内，已经把苏-凯57都给打掉了。更夸张的是，连这个最恶名昭彰亚速营说没有问题，我开绿灯了，北约的武器、美国的武器。都可以给它使用了。对，现在来讲的话，其实大家对亚速营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乌俄战争那打的时候呢，亚速营在那个地方马利波来讲，亚速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亚速钢铁厂他们守了多久？守了82天啊！最后俄罗斯怎么弄下来了？丢白银弹。 那个白银弹的画面出来之后呢，大家全世界震惊啊！你在这个2023年打战争的时候呢，你用白银弹，你到底有什么办法？你都打不下来，那就是因为他们真的是太勇猛善战了。这一个部队守一个钢铁厂。 对，居然可以守82天！哎，刚刚讲的这个8没有天险可守哎。对，他就是这样子的，把他守住，把他守了82天，然后最后呢用白磷弹才要把他给攻下来。然后呢，为什么亚速营在过去来讲的话，因为他们的思想是极右派，然后呢极端主义，所以呢过去来讲的话是不能够给他们用的美式武器的。但现在来说呢，他们通过莱西法案的审查，认为说没关系，捆龙锁就打开了。 不管是谁，就算连亚速营都可以拿到美式的武器。大家想一想，你当初可以说是手无寸铁，打到最后根本就没有东西打到，你可以守了82天。如果现在又把这个美式武器丢给你，哇，那是不是要从这个地方马利波这开始进行反攻了？所以现在来说的话，这些东西包括美式的武器，拜登之前给他的东西一样一样就要丢过去了。